医院频繁发出呼救信号，危在救援队在前往医院后失联，拜托各位调查事故真相。我顺着呼救信号找到这里，但这里除了感应者什么都没有。意外的是，我在这里连上了唯一的通讯仪，就在那边的餐厅里面。我们一起去找到他。这里的怪物对光源很敏感，开启荧光棒吸引他。小心。就在里面，快进去找到他！找到他！我守住门口，守住门口。信号显示，大楼里有一个巨型感染体，不要和它火拼，先找到队员们的下落。重复一次，千万不要和它火拼，注意避开它。
最后留下的信息。快来中心，花园找我。月花对我说。是个陷阱，不断发出虚假的求援信号，吸引人过来，然后被那个大怪物吞噬。我扫描到那边的影像楼里有一个巨大的信号源，我们必须要摧毁它。队友们，你们一定不会白白牺牲的，我保证。信号源就在这面墙后面，我们得想办法炸开这面墙。是王朝，原来是他在发射假信号。搞定了，再也不会被假信号骗过来了。看来这大家伙生气，他的糊涂没有完全失效，不要和他纠缠。我们快离开这里，快跟我来，我们去呼叫撤离飞机。大家做好准备。附近有动静，2 hours later。快，直升机已经到了，赶紧过去登机。攻击他的胸口，
和敏捷了，注意躲避。